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我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一条啦 ，HKC22 1994年嘅 Paper One 第八条嘅长题目啦。嗱，咁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先望一望嚟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就话喺个 figure 里边啊，咁嗰个 curve 啦就叫做 y 等于 x 二次加 bx 加 c， 即系边条咧？即系呢条啊 ，Parmesan 呢条。OK， 好啦，咁佢就话 meet the y-axis 咧 at嗰個 point 就是 C06， 即係呢點啦，係咪？好啦 ，and 啦 ，the x-axis 啦 ，at 兩點，一點叫 A 啦，就叫 alpha 零，咁另外一點咧就叫做 beta 零啦，叫喺 B 嗰度。咁講明啦，個 alpha 大過 beta， 咁都廢話啦。咁原因呢個係 alpha， 咁呢個係 beta， 咁梗係呢個大啲啦，係嘛？明唔明我講咩啊？好啦，嗱咁有三 part 啦 ，A、B、C 三 part 啦。咁不如我哋逐一擊破啦。咁啊，首先咧 A part 啦，就叫你翻 C， and hence find the values of alpha beta。咁如果你俾我做咧，事不宜遲啦，攞張單項紙出嚟先講啦。咁由於而家啲科技都好先進噶啦，撳個制幅圖都出翻嚟，咁基本上都唔使轉嚟轉去、揭嚟揭去啦張紙。OK， 咁我哋 focus 喺呢度做啦。好啦，咁啊 A part 咯，攞支藍筆啦。咁佢發現佢問乜嘢咧？就係揾嗰個 C 嘅 value 啊嘛，係嘛？咁我就睇一睇個 C 嘅 value 喺邊先。咁啊，就係呢度啦。咁事實上我就考慮不如睇一睇紅色呢一點啦 ，C 呢一點啦，係嘛？見唔見到啊？嗱，呢點個 coordinate 就06嚟嘅。咁我就不如會咁樣寫啦。一開波啊，我就話俾人聽，就係 y 等於 x 二次啦，就再加 bx。加 C， 咁我就叫佢做星星先啦，係嘛？方便自己 present 啊嘛。咁我就會話濕啦，而家將 C 個點叫做06啦，就 into 個星星嗰度，即係將呢點代入去。嗱，點解可以將 C 呢一點代落去咧？原因好簡單，就係因為呢點紅色呢點 C 咧，其實就喺正呢個 Parmesan 上邊嘅，係咪啊？咁啱喺上邊噶嘛，咁所以你咪可以代落去 left hand side 等於 right hand side 咯，得唔得？左方等於右方咯，咁所以其實左邊嘅六咧，係啦，即係個 y 咧就係六啦，就等於個 x， 就係零嘅二次啦，再加 b 乘零，就再加 C， 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啦，當然睇得到啦，個 C 啊等於六啦，左右兩邊調轉寫啦，等號係嘛？咁即係話解決咗個 C 噶咯喎。好啦，咁跟住之後，仲有第二 part 㗎 A 嗰度，佢就話 hence 叫你由此啦，就 find the values of alpha beta。咁何謂 alpha beta 咧？咁如果你問心理俾我睇咧，咁其實我喺度睇到啦。有 A 同 B 兩點啦，而佢哋個 x coordinate 啦 ，x 嗰個坐標咧就係 alpha 同埋 beta。咁所以其實我就喺度諗啦，咁我而家就先寫低啦，用紅色筆啦，就叫做 x 二次啦，再加 bx， 再加 c 等於零，係啦。嗱呢條我叫做兩粒星啦，星。升得唔得？咁其實點解我要寫低呢條咧？其實呢一條嘅 equation 咧，升升咧出嚟嗰兩個 root 嗰兩個根咧，其實就應該係呢兩個嘅交點嚟嘅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所以其實就係呢兩個 x coordinate 嘅交點啊，係啦，即係 alpha 同 beta。咁所以佢問你咧，而家alpha sum of root 嗱，佢問你啊嘛，應該咁講啦，我咁樣寫會好啲嘅。佢係問你 alpha 乘 beta， 其實根本上就等於 sum， sorry 啊，唔係 sum， 係 product， 係啦，乘埋 of root of 呢個星星，根本上就係兩根之積。星星的兩根之積 ，OK， 咁所以我繼續做啦。咁呢個兩根之積即係咩嚟㗎？就係 C 除 A 咯。咁何為 C 除 A 啊？咩叫 A、B、C 啊？呢個就係 A 啦，一啦。B 就係呢個位即係 B 咯。C 就係呢個位即係 C 咯。咁所以根據公式咧 ，product of root 就係 C 除 A。咁所以其實喺呢度咧就係 C over 一得唔得？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。等於 C 咯，係嘛？咁而個 C 其實當然頭先都計過啦，就係等於
六嚟噶嘛，係嘛？不過其實我都衰，應該晨早就轉咗呢個做六先啦，係嘛？咁啊慳翻好多咯。OK， 好啦，咁所以呢個位咧，我哋適當地轉啦，係啦，就會係哇好核突，好啦，六嚟嘅。OK， 咁當然最後答案等於六啦。OK， 得唔得？咁即係話最後個等號你都可以唔使愛啦。掂掂，咁啊當然 alpha 乘 beta 係等於六啦。好啦，睇下 B part 問你咩啦喎。嗱 ，B part 就係話叫你 express alpha 加 beta in terms of B， 用個 B 去表示個 alpha 加 beta。咁其實 alpha 加 beta 咧，如果你問我咧 ，B part 啊，咩叫 alpha 加 beta 咧？好核突啦，寫個係啦。咁其實就係根本上就係 sum of roots of 呢個星星嚟嘅，即係兩根枝。之和星星的兩根之和 ,ok? 好啦，咁咩叫兩根之和啊？根據公式就係負 B over A， 咁所何為 ABC 啊 ？A 咪就係一 ，B 咪就係個 B 咯 ，C 咪就係六嚟嘅咯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就係負負 B，B 就係即係 B 咯 ，over A，A 就係一啦，咁所以最後答案就等於。負 B 咯，合理啊！佢叫你用個 B 去表示啊嘛，係咪 ？In terms of B 啊嘛，咁所以個答案就會係負 B。OK， 嗱呢個就答案啦，得唔得？嗱好啦，如果 OK 嘅話，落 C part 咯喎。嗱 C part 叫你做乜嘢咧？佢就 using the results in A and B 啦，佢叫你 express 呢一個啦 ，alpha 減 beta 嘅 square in terms of B。跟住之後問你第二個問題啦，就係 hands 啦，叫你 find the area of 呢個 triangle ABC in terms of B。OK， 得唔得？嗱咁事不宜遲啦，逐一擊破啦。首先係 C part 嘅第一部分先啦，好冇？嗱，攞支藍筆啦喎。好啦 ，C part 嘅第一個部分啦，佢問你乜嘢啊？佢就話叫你計下呢個啊嘛，就是、alpha 減 beta 嘅二次。嗱，我撇除呢個意思係咩先啦？佢叫我計係咪計咯？就用個 B 去表示。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，根據偉大嘅 identity 恆等式啦，拆散佢就 alpha 二次，咁就減二 alpha beta 再加 beta square。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就會將alpha 二次啦，加 beta 二次寫翻埋一齊啦。咁我可唔可以咁樣寫嘅咧？就 alpha 加 beta 成嚿嘢嘅二次。嗱，如果呢嚿嘢係咩嚟嘅咧？嗱，綠色筆唔出街啊，我當算錯咁做俾你睇。嗱，呢嚿嘢咧，理論上咧係會出到 alpha 二次，就加二 alpha beta， 再加 beta square。OK， 得唔得啊？咁即係比頭先上面多咗啲咩咧？嗱，我哋一齊睇一睇咯，係嘛？嗱 ，alpha 二次佢又有啦 ，beta 二次佢都有啦，但係正常係應該係減兩個 alpha beta 噶嘛，你變咗加兩個 alpha beta 喎，即係多咗嘢喎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要減翻咯，就減翻四個嘅 alpha beta， 咁你咪即係將兩個減翻四個，咪變到？減兩個嘅 alpha beta 即係變翻呢個咯，咁就啱啦。明唔明我講咩？嗱，重複啊，綠色筆唔出街㗎，只不過我方便你就你俾你睇嘅啫。OK， 得唔得啊？咁所以跟住我哋繼續落啦。咁希望你見到啦，咩叫做 alpha 加 beta？ 咁其實就係頭先我哋計過嘅負 B 係嘛？呢度啊嘛，見唔見到啊？咁咩叫做 alpha beta？ 其實咪就係頭先呢度計過嘅六嚟嘅咯。咁所以 add 翻曬入去啦。咁即係呢個就係負 B 啦嘅二次啦。再減四個嘅六啦。嗱，如果你驚人哋唔知你做緊咩嘅，你咪話由於 by 利用咯 ，A and B 咯，係咪 A 及 B 咯，合理啊，係咪？啊嗱，咁所以終極啦，你會發現呢一個咧，就會等於負負得正啦 ，B 嘅二次咪即係 B 咯 ，OK，B 嘅二次咯 ，OK， 好啦，再減六四廿四，咁所以就係廿四，咁我哋就計到呢嚿啦，得唔得？OK， 好啦，嗱唔係好夠位啊，我聽高啲啦。好啦，嗱咁跟住之後，佢問咗你兩個問題喎。第一個問題就呢個啦，咁第二個問題就問你乜嘢啊？就係個三角形ABC 嘅面積啊嘛 ，area of 呢個 triangle ABC。咁三角形 ABC 喺邊咧？咁我就不如睇一睇啦。嗱，我攞支粉紅色筆好唔好啊？嗱，咁其實咧，三角形 ABC 啦，如無意外就應該係呢度啦。
呢度啦，同埋呢度咁樣拉出嚟嘅一個咁嘅三角形，係嘛？咁而事實上啦，我喺度睇咯喎，嗱，不如咁啦，咁呢一個啊。或者我用其他顏色筆啦，係嘛？我用支黑筆啦。嗱，如無意外啦，黑筆都唔係幾理想，用咩色好咧？用綠色啦，係嘛？嗱，如無意外咧，嗱，三角形面積係咪底乘高除二啊？咁所以三角形 ABC 嘅面積咧，咁就係將呢一度就係底，係嘛？呢個底係點樣計咧？就係 alpha 減 beta 咯，係嘛？咁跟住因為大減細嘛，呢個就 alpha， 呢個長度就減翻呢橛嘅長度，係咪就係 beta 大減細咯？係嘛？好啦，咁至於個高咧，個高啊就梗係講緊呢橛啦，係嘛？呢個咪就係六嚟嘅咯。咁所以你問我咧，咁點樣計個 alpha 減 beta 出嚟咧？咁其實 C part 咪一開始已經做緊呢樣嘢咯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就而家我話翻俾人聽先啦。我就係 alpha。減 beta 嘅二應該咁講啦。嗱，你要知道 alpha 減 beta 啊嘛嘅但係你而家係二次方喎呢度，咁所以點解咪開方跟佢咪 OK 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所以我哋直接嚟噶咯喎。好啦，換言之啦，或者所以啦，個 area of 呢個三角形 ABC 啦，就會點樣做咧？當然就等於底乘高除二啦，個底頭先講過啦，就係 alpha 減 beta， 咁即係 beta b 二次減24啦，係嘛？哇，好得，就成嚿嘢開方根，點解要加個開方根咧？重複啦，因為呢嚿嘢有二次，如果剔翻個開方根俾佢，係嘛？咁你咪即係等同於喺呢度個開方根咯，佢就係 alpha 減 beta， 咁咪即係呢嚿嘢咯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再乘乜嘢啊？乘個高，個高就係六啦，再 over 二。咁當然啦，你發現咧，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個二啦同個六約咗啦，就變三，咁即係三乘以開方根 beta。sorry 唔係 beta， 係 b 嘅二次，再減24咯 ，OK 得唔得？嗱咁啊，理論上呢個就應該係終極嘅答案嚟噶啦 ，OK 得唔得？好，咁啊，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啦 ，OK？ 咁如果冇嘅話咧，我哋今日就到呢度噶咯喎，嗱咁睇一睇啦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條題目啦。好啦，咁呢個就係、個詳細答案啦。嗱，我試圖縮埋做一張紙俾你睇啦，睇下得唔得啦？應該都得嘅。好，嗱呢個就詳細答案啦 ，A part、B part 同 C part 啦。OK， 得唔得？嗱好啦，咁啊 check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真係有冇問題啦。如果冇嘅話，我哋就到呢度噶啦噃。OK， 好啦，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啦。嗱，希望下次有緣嘅話，我哋再見啦。嗯，拜拜。